情话，没遇见的坚决不容击垮，精确的算法，隐形的盔甲，准备好的战车即刻出发，目标原本就看不见，崭新的梦如何实现，从原点到终点，地平线有多远，一路过关斩将多惊险，冲破层层的包围圈，未来赛博一剑，一幕幕实现，以梦为马，世界复杂，简单的心去对答，一步一步出发，低头指向天涯，终有一天会到达遥远的路，感动着脚下别哭丧着一张脸了，不就是一局棋吗？你看，盛景初脸色多憔悴啊！这几天他一直在照顾我爸，太辛苦了。他都赢了五局了，输这一局也没什么，还能让姚科扳回点颜面。他和姚科都是九州棋社的师兄弟，要真让姚科剃了光头，回去见面多尴尬呀！嗯，我觉得这位美女叫什么？老师，前一句。美女。继续。他说的非常对，这一局输赢算不了什么。景初这局如果状态不好的话，回家好好休息，之后再战。毕竟已经赢了五局了，赢面会非常的大。对广大棋迷来说，能够再多看一场比赛，再多欣赏一局两位九段高手的对弈。好事一件。哎，这么说盛景初这一局是要输了？哎，姚科赛前放话能赢六局，现在早就已经成了泡影，总不能真的被剃光头吧，肯定得卯足了劲儿和五局打平了。能不能打平现在言之尚早，不过他这局要是赢了盛景初也算大新闻，十年来首次开胡啊。师弟的这手点脚啊，也许是为了打将岩石点清木数，期待着这个白棋能够在里面跟着应一手。下面我们就看小景师兄会如何应对吧。小景师兄的这手一路吃可以说是恰到好处，黑棋如果小飞，白棋先手冲再二路加，黑棋跳扩大眼位，白棋盯一下在脚里搬，一路这颗白子刚好防住了黑棋二路挤过，一边收官子一边补棋，想必这对姚科师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啊。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姚科师弟的这手棋啊，明显是为了挽回之前这个点三三的损失。如果白棋敢挡，那么黑棋呢就开劫，这样之前白白死在左上角的这个黑子呢，也能够发挥出这个劫台的作用。小景师兄的这手棋试探应手的时机真的是刚刚好，姚科师弟显然是被麻到了呀。各位观众，麻到了的意思呢，就是会让人难受，纠结来纠结去也难以抉择，说白了就是下的这手棋啊，无论下到哪里呢，都会让自己不舒服。那么对手的目的呢，也就达到了。姚科师弟提一个看起来也是无奈之举啊，但其实这并不影响胜负，现在看起来还是黑棋好一些。这个妖气十足的拐反麻小景师兄，看来我们姚科师弟对之前这个点三三这一步棋还是耿耿于怀。师傅，程叔因为我已经进了医院，到时候你要因为车祸而影响了心态输了棋，我可就成千古罪人了。要加油啊，
这手棋应该是想试探白棋的硬手，白棋如果为了安全扳住，那黑棋就便宜了一目棋。白棋如果不想亏目补在别处，那空里会不会出棋呢？师父要挺住啊，一定要挺住啊，一定要挺住啊，师父加油啊。白棋刚刚官子上有所便宜，那么现在是退让确保空里无棋呢，还是冒险保住目数呢？这又是姚克师弟给小景师兄的又一次心理上的考验啊。这个也太没有面子了。之前啊，姚克师弟在左上角点三三被小景师兄是一边收目一边吃掉，右上角呢想凭打劫找回点便宜找回点损失，又被小景师兄好手化解没有占到便宜，现在又来了一个后手死，这个太让人难以接受了。姚克师弟如果现在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黑棋正常收官，其实还是很有希望获胜的。姚克十五连连，你家大神这次要赢了。大师兄，听小兰还有细禾说，姚克师弟这次输得很诡异，会不会翻盘啊？确实有点奇怪，不过我可特别能理解小柯现在的感受，他应该已经算到自己快要输了，着急下完这盘棋，所以才会草率地使出粘结这最后的败招。你看，请出一路打吃非常聪明，如果这手棋走错了，黑棋就会利用劫材粘结守候，这样黑棋就有翻盘的机会了。不过就算是现在，黑棋与白棋之间的差距也是非常非常小的。白棋177，胜景出胜四分之一子。白棋多少？177。白棋，我只输了半步是吗？裁判，裁判！哥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点热水。我保温杯里有。好，快去快去。小哥，哎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缓缓就没事了。医生说你最近休息不好，再加上刚才情绪过于激动，缓缓就没事了啊。小哥，小哥，小哥。哎，你别起来，你坐好了，你坐，来来，靠着靠着，靠着，别起来，啊！你别太难过了，都说了只是同门之间的手谈而已，
而且除了你，我连跟小景师兄下十番棋的资格都没有。师弟啊，你在我们心里边已经是顶尖棋手了，啊，不要太执着了。我之前没有和你说过，咱们两个的对弈次数最多，你的实力我最清楚，你永远是我最值得尊敬的对手之一。没事吧？啊，哥，盛景初十番棋巅峰称王，姚科0-6大败，当场晕厥。扬言六连胜，实则六连败，姚科颜面尽失，怒极攻心。姚科十年梦碎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你有信心赢他吗？师父，这次呢，如果我发挥正常的话，我至少赢六盘棋。小柯师弟平时严于律己，心无旁骛，他的生活里除了围棋几乎是无欲无求。他把十番棋看得那么重，这些想要走出来实在是太难了。说实话，姚柯师弟输给小景师兄这几局最关键的棋，都是以最难受最扎心的方式输的。你说这换作是我，我也接受不了。每个人的心态都不一样，有些人能像他这么优秀就早都满足了。亚军呀，不是随便什么人想能拿就能拿的。但有些人呢，你给他个第二名，他这辈子也不会心甘。我跟肖俊师兄一起长大，跟他的关系更亲，但是我今天看见姚科师弟那个样子，我就是觉得很难受。他明明就已经很优秀了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都是同门，输得这么惨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擦擦，不哭了啊。为什么一定要分出个胜负呢？所以父亲总跟咱们说，围棋的世界里不仅仅只有胜负，还有人生的悲欢离合。
却执着于输赢，往往求而不得，忘了初心。剩下的只能是徒增的痛苦而已。哎，哎，你别喝了。我得给他熬几个补气补血补脑的茶喝。你慢点，大师兄。等他调整好了回道场，谁都不许再提石万奇的事儿，啊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来吃这个。没想到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石番奇结局是这么令人唏嘘。聊聊，其实原来的我和姚科很像，都对于胜负很执着。还记得我和你说的吧，执着是把双刃剑，它会让人精进，也会让人陷得更深。你把我带到了一个更开阔的地方，姚科师弟好像陷得更深了。我今天看他那样，说实话我都有点难受了。你可千万不能像他一样啊。不会的，自从我的身边有了你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比胜负更珍贵的东西。我想师父给我留的作业我也要完成了。熊猫，你最近太累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你一个人的身上。来，你在这儿，我给你按摩。熊猫，这些天辛苦照顾陈关主了，看你睡得香就没叫醒你，好好休息，晚一点来看你。什么呀？牛排卡，新开这家牛排店，味道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此味只该天上有。里面有20000的额度，拿去花。你这是要把我喂胖啊？你想得美，这是给叔叔的，你一口都不许吃。我也不会煲汤，也不会做饭的。叔不是腿伤了吗？给他拿去补补，好吃有劲。20000的额度，叔叔够大方的呀。男朋友的店啊，顺水人情啊，是有那么一点敷衍。额度是真的呀，叔叔会高兴的吧？嗯。吃醋了吗？没有。嗯。你也有，你也有。我有什么？哟，最近公司新的项目的整理，里面有一个厨艺大赛的资料，一会儿开会要说，你要看看。嗯。
其实我认为所谓的美食大赛比赛只是一种形式，而真正力求表达的内容主要有两层：一、弘扬中华传统美食文化；二、找到隐藏于民间的烹饪高手，给他们一个平台，让他们用美食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我的初步构想是以大隐于市为主题，以中国传统的四大菜系或者是八大菜系为内容，节目形式主要设立了海选、淘汰、晋级几个比赛环节，然后再配合网络直播的形式，让那些散落在市井的食神真正走入人们的视野。笑什么呢？打我干嘛呀？人都走光了，你在这发呆。走啦。快走。看来我也就想想。电话打我这了，啊？喂，喂，程叔，你方便说话吗？方便，你说。姐姐不在吧？不在。你小子，你来了，你给我打什么电话？程叔，给您买的您最爱吃的红烧猪蹄儿，那家老字号的，哎，方便得很，拎出一包一热就行。啊，不是，是这么多，我才吃到多少？哎呀，你就留着慢慢吃吧。程叔。嗯，姐姐不让我来医院，所以我就不敢再过来看您了。最近怎么样？恢复的不错吧？好着呢，撞得跟牛一样。那车要是再小点的话，我一下就把他给撞飞了。这我相信，您绝对有这个实力。小子，拍马屁的功夫可以啊，我这腿都快拍好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小易吧，他就这个脾气。刀子嘴豆腐心，你也别介意啊。有时间想来看我，你就给我打电话呀！啊，随时来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说。不过您能这么说，我心里舒服多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欠您一句道歉，程叔。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哎，打住！再来一次成遗体告别了。来，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最近小果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得给我照顾好了，卫生每天都要打扫。跟街坊邻居说一下，等我腿好了，我们就恢复营业。哎，把窗给我关了，我有点冷了。我觉得那二号房还是有点小，要不然你帮我争取一下三十八号。你来过？现在时间上怕是来不及了。那个 Lisa 的事情别往心里去啊。爸。啊。陈叔，今天来的挺早啊。啊。这不是怕你饿着吗？老徐刚刚差点给你买酒，被我给拦下了。我觉得这个状态喝点挺好的呀。对呀、啊，喝点是舒筋活血嘛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我谁给你开开的？太凉了，给你关上吧。哎，不用。我热，我今天是感觉特别热。真的假的？热，特别热。不行，你穿那么少，你关上。哎呦呦，哎呦，腿腿腿，哎呀，腿怎么了？腿不舒服，就是感觉，就是有跟小蚂蚁一样钻来钻去的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去找医生给我看一下。啊，行行行，我这去。哎，小易，
我去你看好程叔。那你快点啊！哎，怎么回事啊，爸？哪儿疼？你跟我说说。不是，哎，现在好点了，可能刚才姿势不太对吧？对对对。什么声音？嗯？没听见有水声吗？有吗？淋浴头没关。哎，小姨，你看一下淋浴头关了没有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你怎么没听着啊？哪儿有啊？这不关的好好的吗？你幻听了吧你？行，太冷了，我还是给你关上吧。我这成天在房间，能不幻听吗？行了，咱吃饭了。爸，注意点儿。不是我呀。那是谁？是我。开开吧。啊，哎，这还有一扇，把这也打开。你这中午吃的什么呀？你干嘛呢？啊？哥，你开开门。哥，你开门啊！哥，哥，你已经把自己关进房间两天了。哥，哪怕你跟我说句话也行啊。哥。盛景初送我的那套茶杯呢？放哪儿了？哥，就在这儿。啊，在这儿啊。这两天吧，我想明白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这辈子在棋上，我永远也赢不了盛景初。我迈不过这道门槛，成功就在我眼前，我也只能看一看他罢了。哥，你别听网上那些人瞎说。还有第二件事情，那就是既然我赢不了他，那就……前些天肇事逃逸的那个叫杨小雨是吧？好像是。你帮我一个忙，小哥，你帮我联系到他的家人。哥，你真的要去吧？听话。谢谢。来来来，两位大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先说好啊，我呢是盛景初的律师，我今天只负责帮他传话。盛景初，就是那个下棋的，帮警察看录像，要没他，小雨也不会被学校开除。他现在呢，可是要起诉你们。那，律师函。
起诉我，还有没有了？老二，大哥，您消消气，您先坐下来说，好吧？说实话呢，我作为律师，我也一直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起诉你们。人都抓了，医药费也已经赔了。就是啊，您看他非得起诉你们，我也不明白，非得骑人头上拉屎撒尿才行。陪了我爸一天，挺累的吧？程叔现在已经可以自己上洗手间了。我只需要在他上下床的时候帮他一把，其余时间才能享受程大厨用精湛刀工给我削的水果。你看，我气色是不是都好多了？就是，我们精精神神的熊猫最帅。你看这个，想参加？我爸跟我姐肯定不让我参加。为什么？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去学做饭，我爸跟我说，哎呀，知了呀，我呢当了一辈子厨子没什么出息，你呀就别再受这个烟熏火燎的苦了啊。我能感受得到你是在享受制作美食的过程，根本不觉得苦。可是你听过一句话吗？叫你爸爸觉得你苦。而且在我爸眼里，我姐那就是成功的模板，我只要一路冲着我姐的目标前进就行了，所以啊，他才会把我托关系给送到宋国食品。聊聊，哎呀，不说了，我呢还得赶紧给这个病床上饥饿的程丰收老人送饭，让他赶紧尝尝病的厨。笑死了。尝尝啊。嗯。哦呦，我们家小治疗的手艺越来越好了啊！哎，你也尝尝。尝过了。爸，你多喝点，你要喜欢喝，我再继续给你熬。哎，别别别，我听你姐和小徐是说公司又有新节目了，要好好工作，别整天想着往厨房里跑。女孩子得干干净净的，别弄一身油烟味，知道吗？嗯，知道。你多喝点吧。我不舍得喝，我慢慢尝。厨艺大赛报名表我已经填好了，去不去你自己最后来决定。你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？之前你跟我说过，赢了当然好，输了也没有关系。今天我把这句话还给你。可是我跟你不一样，聊聊，我吃过很多次你做的饭，所以还是有一些发言权的。你对于美食是从心底散发的热爱，并且你先天嗅觉灵敏，对制造美味也是有先天的优势，并且对于美食还有属于你自己的执着，这是你的天赋，超越常人的天赋。就和你下围棋的天赋一样吗？
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是后天努力，你是天生的天才。亮亮，我相信你，你也要相信自己。完了，我又后悔了。我能撤回吗？不能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小普啊，你看这个假发的发型跟我以前的发型像吗？小普，啊？哦，不太像。哥，你为什么不染头发呀？唉，发根过几天就长出来了，还是白色。我不想让别人看我这么狼狈。哥，你说我那么做是不是有点儿？有点怎么了？缺德。缺德是吗？盛景初已经彻底把我给毁了。让我颜面尽失，那个杨小雨是罪有应得，我又凭什么落到这般田地啊？也是，那个盛景初已经够无情的了，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。哥，我算是想明白了，不管你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老蒋老，您二老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快请坐快请坐，来老师我帮你拿。好好好好，哎，两位师傅，对不起，让二老担心了。来，快坐。哎，坐是来着。嗯，你坐。小普，哎，那您二老先坐，我叫服务员上菜去。好，好，好，坐坐坐坐坐坐。我本来想啊，带谢老到我云南的一个朋友的茶庄住上一个阶段，听说你晕倒了，我们俩就坐不住了，赶紧回来看看你。哎，气色还行啊？嗯，恢复的不错啊。还好，我前段时间一心醉在棋上，可能拼的有点太厉害了，休息有点不足。十番棋嘛，我认为自己或多或少有几率赢的。可6-0的结局，确实有点说不过去。哎呀，比赛我都看了啊，哎，起码有2场应该赢，哎，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赢了，输在心态上。你记住啊，在后边追的人，永远要比在前面跑的人，更辛苦，付出的更多。嗯。另外，我也想劝你，有的时候啊，不要太钻牛角尖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为什么一定要争那个第一呢？啊，要接受天分的不同。在围棋的世界，不光有胜负师，也有求道派。你一直这么钻牛角尖，人是要出问题的呀。要是都像你这么执着，那当年跟吴大师同时代的日本棋手，那岂不是都没有活路了？哎哎哎，老蒋头，你这话就不对，有这么劝孩子的吗？啊？哎，行行行，哎，酒呢？赶紧来来来，来了师傅，来了来，要把酒倒上，把酒倒上。哎，来哥，来酒。师傅喝酒。哎哎哎，好好好，好。小柯啊，哎，这个症结不在求胜，也不在天分，关键是你要改变下棋的心态。啊，下棋不是为了打败对手，而是为了更加的了解自己。你的对手不是某个人，是围棋本身。啊，当然了，
刻苦练棋，那当然是为了自己。但是，只要你不断的进步，在棋力上不断的超越以前的自己，关键是一定要有一颗平常心，那这个孩子以后一定会成为一名大棋士。哎，师父说的对，你就是比我会说话呀。啊，一样的道理，你都比我说的好听。哎，我就想直说，他就不应该一直想着赢小景出的事儿，把自己的棋下好就得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再说话了，不许说了啊！今天就是跟我徒弟喝酒，不许再提棋的事儿啊！来，喝。我敬二位师傅。师傅，端起来。来，师傅。来，你说我要是给我爸尝，我爸跟我说不好吃，我怎么办？不会的，肯定好吃。我才不信你说的话呢，我做什么你都觉得好吃。认得我吧？是你给我是